抢救新生儿刻不容缓，医师分秒必争。早产儿哈，紧急早产只有28周。1100克，血氧浓度掉到70、60，再往下掉。我大概只有3分钟的时间，要赶快想出它的原因。心跳、血压都开始掉了。我忽然间想到，来，我们拔气管内管往外面拔了0.5公分，它两边呼吸音都回来了，血氧浓度也回来了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了。